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子慧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佩佩。第二季第三集《The My Music Video》，这个礼拜有一个台风，十号台风是非常强的台风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在家里收拾东西，非常好的借口，又不能出去。只能在家里收拾家里。我们住在海边，所以看见那个海水。早上起来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去公园散步的时候，就看见到处都是树。那妈妈，你晓不晓得今天我的歌是哪一个歌？今天好像唱的是中文。对，其实妈妈还没有听。对。对，是Eason 跟王菲的歌，但是今天我自己唱。一个人唱。对，要不要听？好。好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，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，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这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。在哪里游荡，人来人往，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，因为爱情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在哪里游荡，人来人往，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